如果早上好，我是看我们的 XRV 与房东金华生存的神器位置介绍。今天我来到的是焦土大陆。那第一集的话，我还是一样会先跟大家讲说位置在哪里，里面带什么东西。那焦土的神器真的很难拿，因为焦土特有就是有螳螂、石巨人那些，但是它的洞窟里面都是有这些东西，所以说很麻烦。那一样给你们看坐标，然后给你们看位置。这地方其实在一个峡谷下面，那时候我家就那时候我拍好几集，你可以去看我的以前的影片，那都是在里面，我就在那附近盖我家，然后因为离很多位置很近，然后跟大家讲说这个洞窟可以骑东西进来，也可以有飞行生物，但是只能开到一半的位置。那好，我先跟你们讲进来准备什么，火焰枪，火焰枪真的火焰枪会比较好。然后最好是火箭筒之类的，可以破坏那个石巨人用的，也可以准备螳螂啦。我是个人是推荐直接先飞进来，然后之后跑到底。那这边的话，你就看到这边地图比较有地形优势。那在这位置的话，会有一只石巨人在这附近，然后也会有什么蜈蚣啊之类的。那这部分的话，其实的话 到这边位置都可以直接用飞的，你可以直接骑一只阿根廷，然后飞到这边。飞飞飞呀、啊，飞飞向宇宙 我是几乎都骑，我是骑到这边，然后之后靠好之后就下来。因为你可以把你的会飞的生物放在这附近，然后之后再用钩爪拉回去，然后上去回家。那从这边开始的话，就只能用走的。你可以骑动进去啊？哎、欸，我记得好像是可以骑、欸。然后这边有古迹溪，看到吗？这边虽然有矿石，但是谁会想来这边拿矿？因为这边会有那个非常危险的石巨人，就是那个那怎么讲？那个叫什么？洞窟专门的石巨人，他没办法捕捉，没办法晕，就可以晕吧？不能晕，只能捕捉，只能杀掉。然后之后一样会有矿石，然后血量什么的，整体上数值都比一般外面野生的石巨人还低。然后这部分的话，其实你可以直接跳下去了，跳去拿那个，但是我走错了。因为一般进来的话，我其实觉得拿完就走就好，不要惹太多麻烦。如果你真的要慢慢跑下去的话，就这样跑吧。你就是绕一个圈圈上来，下去上来。你也可以直接这样用钩爪跳过去，荡过去，拿完之后再飞上来。真觉得钩爪是一个非常蛮有用的东西。然后目前在面遇到石巨人，是因为我有开那个模式，所以不会受到影响，就是不会那么起身了。我那时候我是要开单体隐形，然后这我们就拿到第一个神器，卫士。在这之前的话，要跟大家讲说每一个洞窟都有专门的一个 skin，有剑、矛，还有一个忘记了。我是最记得清楚是剑啊，剑真的很好看。然后在你就要跑上去，你真的建议钩爪直接飞上去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那时候我来的时候，我带一大堆东西进来嘛，所以就是武器装备带得很齐。但是这个洞窟我是比较建议拿完就赶紧走就好了，因为没有什么麻烦。然后剩下两个洞窟的话，其实会非常的艰辛哦。对，如果掉下去会直接摔死哦，小心哦。你可以从这直接跳过去，跳过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出去。那我做这些教学后，哦，那时候有一个吧友是说我的画质很低，那这次我调高了，应该对我调到高了，所以别想太多。然后我曾经卡在这下面过。对，我卡在那边，就是两只石巨人盯着我，我真的差点尿都喷出来了。然后神器位置的话，我还是会先跟大家介绍，然后快结束了吧？应该还有2张地图左右要做介绍。哎，The Center，然后畸变，哎，对，差不多，The Center 跟畸变介绍完之后就没了。然后这边哦。这边你还是要绕上去，你可以走很接，你就是可以超捷径直接到这里面，但是
你走回去的话，都还是要走一定的路程。就是路程的话，你必须要拿捏好，而且真的比较需要就是先规划好，你要看好这洞窟的大概的位置，因为有些其他世界 DLC 的洞窟都还算好，畸变除外，真的畸变是例外，像是焦土这个洞窟比较算是一个大突破，难度上面有上升度，然后再来就是仙境还有 BOSS 关可以打。因为仙境的话，有一张雪那个雪地洞窟的话，是一定要打那个蠕虫女王才可以结束。那我讲那么多废话，你看我这样开走过来，其实一路上蛮顺畅。但是如果你这被围殴的话，你真的要自己注意哦。你也可以找朋友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拿比较好。但这洞窟算比较简单，然后还有一个洞窟比较冗长，跟一个比较麻烦的洞窟，那之后再做介绍。感谢各位收看，下回再见喽，拜拜。